家好，我现在已经开始我的春假了，然后我现在在波士顿的机场里面和这位一起 Hello 然后我们要去 ERA 玩啦，我特别期待，特别激动，然后现在在吃我的 banana bread， 然后这位朋友在吃他的，在这儿，然后这位朋友在他吃的 homemade 健康鸡胸肉，鸡胸肉藜麦。 A few minutes later， 我们现在终于到 LA 啦，然后现在是晚上的11:30，其实在波士顿就已经是凌晨2:30了，但还好不是特别困。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在 LA 的第一天，然后我们今天要先去 Little Tokyo， 就是这边的一个小东京，先去逛一逛。然后我们这次在 LA 住的是一个 Airbnb， 来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 Airbnb 这边的一个大镜子。对，我真的好喜欢这种样子的一个大镜子，我感觉在这边拍就真的能把自己腿拍得很长，然后啊，真的好喜欢。我的天哪，洛杉矶的天气也太舒服了一点吧，我好喜欢这边天气啊。然后我们现在要打车先去吃 Little Tokyo 里面的大黑家，据说这家店特别好吃耶、yeah. ！但是可能要排队。我们居然没有排队就吃到了大黑家，然后我这个点了一个 chicken egg bowl， 应该就是那种鸡肉冻饭，然后他点的是一个 shredded pork bowl， 然后他还会搭配一个沙拉和一个味噌汤。我们现在是在小东京的这个 village 这边，哇，它居然下午出太阳了，好开心呀。这是我们来到的一个 Japanese market， 哇，这个冰柜看上去好有这种幸福感。这是我们逛了这个超市之后的战利品，这个是那个一个铜锣烧，然后这个是我挺喜欢吃的一个，就是里面有各种果子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吃。然后这个是之前在亚米网上我们买过的，就里面这是抹茶味的一个蛋糕类似的一个东西，好满足。我们居然找到了一家鲷鱼烧的店，然后里面有红豆鲷鱼烧，对，鲷鱼烧没有鱼，然后我们打算尝一个，我来剥一掰一下。哇，满满的红豆，感觉好棒。我们现在来吃一家网红冰淇淋店，叫 Honey Me， 然后我点的这个是 Matcha Avocado， 然后他点的这个是 Honey Me，对，就是 Honey Me。 干杯呀。我们都觉得抹茶味的更好吃一点，它的这个是蜂蜜味特别重，我这是抹茶味特别重，我这个是太原汁原味了，对，就是牛奶的味道的那种。这位朋友他在看照片，然后找到了这张 Born to Die， 我最喜欢他的一个了。哎，哇，看看来，哇，这个封面都好好看。不要拍我！这个人他已经疯掉了，他已经疯狂了，他特别想要这张。然后我们刚刚逛完 The Last Bookstore， 它里面真的好好看。我们现在要去 The Sky Space。我们现在在 Skybase 的出口这边，我们本来想进去打卡一下这个地方，但是后来
它门票是要25刀，早晨25刀，晚上40刀，然后又加上它空中滑梯是要额外的付8刀，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合算，然后我们就放弃了。但我觉得这边桥还是很好看的。我们现在来星光大道啦，好喜欢这种，就是噔噔噔噔噔，对的，就是有这种调调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很轻易的就找了 Jackie Chan 的。这里它有那个，就星光大道上有各种英文名。我找到了我的，没有我，没有我。我们接下来打算都找中文的首映。然后这个是成龙的《I Love Peace》，看。啊？哦？哦？我们的鞋竟然 fit！ 哇 ！Finally， 我们终于找到了赵薇的和黄晓明的。我和赵薇的手差不多大哎，那我应该比他小。我们现在跑到了 K 烫，来吃这边大家都推荐的那个松南松东丹，反正我也不知道。来吃这里面土豆牛肉锅。我们的锅终于上了，我们点了第24号，希望它可以很好吃。这是我们刚刚吃完的那家店，这个排队的人也太夸张了吧，他们都是来吃夜宵的吗？我们现在终于又回到了我们的 Airbnb， 然后刚刚又去 Trader Joe's 买了点牛奶和水果，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吧。我们真的觉得 LA 的治安真的是不太行，就我们今天在好莱坞那边的时候，就路上就临近晚上，然后路上其实就有很多流浪汉和黑人，就很恐怖。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被一个打扮的各种样子一个人给拉住了，然后那个人就死命的要跟我们拍照，然后还要给我们一起拍照，然后最后就拖着我们一定要付他小费，而且我们付了我们当时想给他1刀，然后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别的钱了，然后他非要说是5刀，然后最后就反正最后我们也没有给他，因为我们实在是没钱，然后他才放我们走。对，就是太恐怖了这种经历。哎，我觉得女孩子去还是小心一点吧。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在加州的第2天，大家来看这个美丽的阳光。然后我们今天要去 Universal Studio 玩啦。来，好，我们一起来走，这是婚礼进行曲，谢谢你。朋友们，不要鼓掌了，我已经听到你们耶 Universal。 我刚刚买到了这边很著名的这个 Butter Beer， 来尝了一口，好甜。Pulse Probe and Edsel from the distant year of 2015. The future. The Flintstones cars are prehistoric golf carts covered in fiberglass shells. Now, these are a few of the stunt cars activated by the next car to go by. In homage to our opening day ceremony, Uncle Carl. 我们刚刚又去玩了木乃伊、过山车和变形金刚的那个，然后我们俩都认为它这两个应该是全场最佳。对，都超级好玩，超级有意思，过山车真的超刺激。我们现在在格里菲斯天文台这边，这里的夜景也太好看了吧，它除了它好像有点冷以外，其他都很棒哎。我们今天晚饭继续吃昨天打包回来的那个土豆牛肉锅，因为它量实在是太大了，完全可以打包回来吃。然后我们现在在看《明星大侦探》，我们俩从来都没有看过，所以想试试看看好不好看。今天是我们在 LA 的第3天，然后今天它虽然没有太阳，但这个天气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潮湿，特别舒服。我们今天的计划是逛街，然后我们现在要去 Republic 来吃一下 brunch。
我们的早饭，这个是我的 kimchi fried rice， 然后这个是他的这个 mushroom toast 和一个 banana blueberry smoothie。我们现在来到了这边的这个标志性景点 Urban Light。我们现在终于要来逛街了，我们第一站逛街的地方就是 The Groom 这边。我们现在在 Laundry， 就是这个马卡龙的店里买了一个这个，我好开心呀，它看上去好好看的，我们再欣赏一下。我们又出现在了 K Town，我们刚逛街完，然后现在打算来吃江湖东烤肉。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在 LA 的第四天。然后呢，现在 LA 外面在下大雨，今天天气应该不是特别好。然后我现在准备来喝一下我昨天买的这杯奶茶，就昨天在吃完江湖东后再买的，但是因为太饱了就打算留着今天喝，所以我们先来尝一下。这是炭茶，然后听他们说应该特别好喝。今天 LA 的雨好大，然后我们都穿上了我们的羽绒服，因为它真的好冷啊，今天这个天气。Hello， 展示一下你的羽绒服。我们现在在天使之路这边，然后刚刚体验了一下坐这个小火车上来。哇，又有一辆车上来了。我们现在在 The Broad 里面，然后本来想来这边看那个就是草间弥生的那个 Infinity Room，但是那个 room 他对我们来说就现在，然后他说他已经预约满了，好难过。应该下次应该早点来，早点预约。我们现在来到了 USC， 然后来找我们的朋友，一会儿就去吃山城辣妹子。这个是什么？这个好酷啊！对，我的 vlog 小机器，它能跟着你走。大家好，这是我们可爱的杨伟燕，这是我们可爱的杰尼玛马，商业互吹，对，重点表扬一下他。啊，重点表扬表扬，我对上次乖巧听表扬，对他上次就是我们最后飞机。晚上比较晚的时候，就是他来接我们，就是我来接他的，我就是给他接的。我是一只捂嘴兔。感谢我们的司机，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对，长鹏飞同学，在一个男生的车上居然惊现这两只可爱的，没有，可以刚刚刻掉好不好？感谢他带我们去吃山城辣妹子。我们来吃山城辣妹子了，哇，好激动，这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火锅味。这边的小吃也太爽了吧，我天哪，他居然还有紫米粥，还有麻球，
我从小拿所有拿这个什么沙琪玛，就是锅巴还是沙琪玛？锅巴，锅巴，锅巴。对，还有薯条，还有薯条，都可以可以。肥胖治肥胖物，对。全，这边是九糟小园子，我天哪，我想住在这儿，我这里都是我的最爱，妈呀，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对吧？你不吃眼吗？拿个碗，多拿一点去吃就可以。我们点了这些东西，然后点了一个 half and half， 一个鸳鸯锅，很诱人。有，然后我觉得这边它紫米粥还挺好喝的，我已经喝完了，对不起大家。但是他不要他，他坐着呢，就这么坏的脸。哎，牛肉呢？好吧，牛那个，对，咱只有一个勺子，啊，对，还有咱那个漏勺子。但我觉得辣的看不清有没有熟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牛肉应该煮煮就好了，是吧？好了吗？我们刚刚吃完山城辣妹子回来。然后顺路去买了一个 Mellow Mellow 的椰子冻，他们都说这个椰子冻挺好吃的，我想来尝一尝。哇，哦，它是这种润润型的，不错哎，好吃。嗯，但那种椰子味好重哎。对。特别好吃。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在 LA 的最后一 天，对，最后一个完整的一天，因为我们明天早晨就要乘车，不是乘车，乘什么车，乘飞机，乘飞机回去了。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这边的阳光啊，终于出太阳了，好暖和，哎呀开心。我们现在要去吃一家网红店，它叫 XLUT。 我们来吃 XLUT 啦，我点的是第二个，然后他点的是第一个 bacon， 我点的是 sausage， 然后我们还一人加了一份 slut。 谢谢大家，展示一下富人吃的电梯。 One car seat， 就进电梯之后不需要我们。Car seat， 好。然后他就直接。Going down. Yeah, it's going down. Oh, six. Oh, wait, it's okay. 我们就不用自己按楼层了，然后他就会带着我们下去，是不是很高级？我们现在来吃 LA 的 Lady M，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特 LA 特款。我们点了一杯 jasmine tea， 然后点了两块千层蛋糕，然后这个千层应该是季节限定，它叫什么？对，它是开心果味的，反正是 P 开头的一个单词。嗯，好棒啊，对吧？嗯，好吃。我们早晨去 Beverly 这边附近的一个商场去逛了一下，然后现在终于在下午的接近三点钟的时候，我们终于要去 Santa Monica 去走我们今天预定好的路线了。我们现在到 Santa Monica 了，哦，这边的妖风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真的好大的一股风。我们现在在 UCLA 的食堂，妈呀，这食堂是餐厅吗？也太豪华了吧！对，你好。现在是 LA 的早晨六点钟，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赶飞机啦，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和 LA 要说再见了，拜拜，拜拜，我们下次再见。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次。所以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支视频的话，就记得给我点个赞，然后如果你想看更多有意思的内容的话，就记得给我留言，另外还要记得关注我。谢谢大家对于今天这期视频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